炒饭。首先我们来看，这个是要炒的饭。好，我们先把油倒进去，食用的油。高丽菜，放完高丽菜之后，放蒜。OK， 盖起来，起来，加热。现在是把它整个焖在锅里面加热，好，让它变热、变软、变熟。再来打一个蛋。加完肉之后开始炒饭，差不多了，耶、yeah。